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FS 的 Sandra， 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 HAEPC 的读者拜年。过去 FFS 在 networking、多媒体以及智能产品方面都发展得非常之积极，而在2012年 FFS 更加在音乐领域上面加入了几个革新的品牌，例如有 WCG 冠军推介的真 5.1 声道立体声震动游戏耳机 SOMIC E95， 蓝牙方面亦都有全球首创八单元八声道的蓝牙 3.0 加 EDR 3D 立体声 Budio Revolution R 耳机。而蓝牙免提方面，我们亦都有市面上最细小只是 27mm 长重四克的 Budio Super Mini T9 Plus 蓝牙 3.0 加 EDR 免提耳机。同时我们引入了独有六个 EQ Mode 拥有 APTX CD Quality 的潮流变频蓝牙 3.0 耳机 GQ860 Hitmaster。 FFS 将高质素而又价钱合理的游戏耳机、蓝牙耳机以及音乐耳机带给香港的用家，等市民大众都可以 enjoy music。 在2013年， FFS 将会引入全球首创拥有12个单元的蓝牙 4.0 耳机以及震动游戏耳机。最后我代表 FFS 祝大家接下来的一年如意吉祥，打机逢关必过。